OK，我们出来啦。然后我们刚刚发现测试一次是因为，就是那个婆婆说的，进去有几率出不来，就是对，我们就真的卡住，所以我们就想办法重启了一下红石机关，让它重新刷过一次之后，成功的就先出来了。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学校，走吧。那我们已经了解香了烟，昨天，哎呦，太像了吧！哎，被发现我乱丢烟，小小年纪抽没什么烟啊？哦，我现在不敢再进来这种房子，我怕等一下鬼打墙出不来。我们先去那个学校好了，医院还是学校？医院、学校？医院吧，还是学校？这边是医院，哪医里啊？这间是哪什么地方？是啊，医学院，医学院。医学院。哦，怎么？调查哦，这是学校。这学校，哎，教官室哎，教官室有教官没？没有人啊。这边好像小餐厅哦，一些模糊不清的文字文件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好大的铁柜！还有这学校在是怎么回事？连个值班管理员都没有，看起来就好像没人在用，但是感觉东西都很新。感觉像是所有人都凭空消失一样。哎，总务处，总务处这边有什么？哪里？总务处。哎，我总觉得好，这个好像某一个那个怪谈小学哦。你说那个什么死了很多小孩子的地方那间学校？对啊，那间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忘那记个了。啦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什么那个啊？什我么什知么？道那个什么叫尸体派对。对啊，尸体派对啊，尸体派对啊，那个有点好像，我也像觉得。哦。那个什么天神小学。对啊，有，我记得他有做成麦块板，很酷。学务处。这边是哪里 Hello，啊？哪里是？嗯，好黑哦。总学务处。哎，有东西。啊？里被面揉皱了纸团。瓦裂了。OK。平野先生正式的升上总务副组长，就开始叫嚣张，在会议室大呼小叫。理事长不过是那个想请他帮忙嘛，这种事情那么简单，又不是先生自己怕的嘛。只要是理事长交代我做什么，我都做。话说，押签那个孩子不能带走吧？这该怎么办啊？已经没有人可以供应了。第12页啊，结束。Oh my god！所以没事。这个小孩在学校里吗？不知道，它上面没有写到。这学校，有可能我是觉得这学校好多血迹，应该没有人的吧？血迹，这是什么？叫总教务处。叫住。哎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这什么？哦，什么都没有。吃剩食物，好恶哦！你说，哎，教职员休息室，哇，哎，有免费这个什电么樱花碎片，樱花碎片，免费电影，又是一个马赛克，又是一个国防部，食堂，食物，姐，看上去好像才刚建上去似的，绝对有问题。这到底发生什么绝对情是况？看上去我决定了，一定要帮那个小孩，不，帮那个女人找到雅各乌西，帮小孩，哎，来拍张照片，太真实。找看有没有那个什么 help 的地方。后面那个，这种会有吗？我记得好这像个在方块后面会有那个 help。哎，手印，写手印。哦，红色月亮。在哪里？厨房。国防部。哦，哎，炉子里面有酸掉的哨酥。你敢出吗？而且不哨酥敢不是用出。瓦斯炉煮的啦，哨为酥什么绝对不是用瓦斯炉煮的。天哪，Oh my God，这是哪里？Hello，这里写不能。手印哎。哦，
这不合群的吧？这不合理啊！麦块的手是正方形的，你别骗。不管是长方形，有东西，被揉皱的纸团。啊，换我念啦。最近学生常常流着鼻血来保健室，手脚常常出现像针孔般的伤口。姐姐说医院最近真是忙翻了，常常就是一大批人来住院，真恐怖，就像瘟疫一样，真想赶快调职。理事长还特别留我呢，可见我也受到他不讨认可吧。不过学生越来越少了，小五那孩子怎么都毫无音讯。小五应该就是指那个亚切先生的儿子吧？亚切先生的小子，亚切先生的小子，实验室哎，安安，哦，这什么啊？酿造台，哇塞，这是好像哦，这是显微镜，还会冒烟呢！哦，画面在动，怎么了？这该不会就是护士阿姨说的学校编出来的闹鬼故事吧？喂，别这样啊！我不过是受人之托。哇塞，之托地，我刚刚画面被他移动，哎，天哪！现在麦克连画面都可以移动的了，太扯了，好恐怖哦！女厕、男厕哪一边？女生先。我又不是女生，等下。你是女的啊，你长头发哎、欸。两个。你是女生，我们两个是男生。别偷看女生上厕所，没听过吗？啊，你又没擦。你又不是真的女生。你好脏哦。两个。那个，来男生厕所啊，没兴趣啦。女生就滚开，男生优先。嗯，这是小便斗，小便斗。旁边还有护栏，蛮我们学校护栏已经把它拆掉了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二楼哎、欸，有敲门，小白他妈敲门，谁在敲门啊？小白哦，谁啊？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楼上吧。天哪，这个音效做的也太恐怖了！现在已经半夜凌晨一点半了，哎呦，是敲门，好像哦。在，Hello， 有没有人？天哪，我觉得我快吓死了。哎、欸、哎。欸 yeah!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刚是我东西破掉，有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画的。我刚进来的时候，瞬间又画面又卡住了。我有听到破碎声呢、欸。我也有听到。我刚有看到那个破掉的东西，但我不知道从哪边，刚刚从这边跑出来。这些都是我做的。哎、啊，不用骗人，这你做的，可是你只是一颗石头哎、欸。我做的石头。欸、Windows 哎、欸，多媒体式。哇，打电脑。这是XP太老旧了吧？哎、欸，而且还有双萤幕，哎，好酷哦、喔！可是这里没有键盘、啊，这个键盘上面没有按键，需要再科技一点，还要装个滑鼠。哎、欸欸，你出来的时候看到是突然间看到上面有一张脸，我最怕他会不会突然变成鬼脸，这很恐怖哎、欸。是什么？校长室哎、欸？校长室应该会藏东西了吧？有。来，这新发什么东西？我点不起来。我拿到了。OK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要打人家？等一下哦，来喽。中村那家伙真是不择手段，为了那种根本不会实现的白日梦，杀了那么多人，既是医生又是杀人魔，哈哈哈！还给他一路那么当上了院长，真是太佩服他了。能供应学生越来越少，用健康检查方式请他们。家长带去医院，这样的家长都能，诶、欸，我真是太聪明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人呢？怎么会来这边？医院啊？啊？谁啊？您好，请看上桌面上的仪器，拿着卡池站在其他可以记录您的记忆。哦，存档哎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我拿三秀词，怎么用？拿着磁片。啊，干嘛？可以存档。哦，中村档。他不是那可以换注册器？看，咦，我拿着一针头。使用它的人走路都异常的快。
你是被人家刺到一个脚抽筋吧？耶、yeah! ！地图哎、欸，两个马铃薯。地图，我们在哪里啊？中间这个是我们的吧？一直光片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这个材质不知道做的太那个了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停尸间。天哪！开，有说要开第几个吗？哦，开了。羊牛角病院。主线任务解锁流言蜚语。耶、yeah, ！怎么一来就这么？这是我们来过的地方吗？捡到一个很。对啊。熊，你来翻译一下这个。哪里？地板。哦，我地板。日文好像是白酒吧。喝掉它就对了。啊！你用吃的？酒可以用吃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电脑教室在这边哦。这个叫清酒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刚走来过这里。我们刚刚是来上讲室吗？对，十出场室还没有。耶、yeah ！我们要走第一个啦。不要！我那么胆小，我最怕玩恐怖游戏了。哎呀！哎呀！野熊，你要去哪里？这是哪里啊？厨房。炉子就会有食物。没有东西，有点恐怖。来吧。图书馆哦。呀，图书馆。我们是关小孩来看书喽，请勿大声喧哗。所以、欸、为什么这雕像一直重复出现？人家就这个材质嘛，不要再这样了。哎、欸，樱花碎片，樱花碎片，我捡走啦，谢谢。我的樱花碎片，给你。幼稚。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对面还没有去过哎、欸。哪里？借书时请出示学生证。这个这边。那我们刚进来的地方啊？哦，教室哦，是教室、哦。不是吧？这边是教室，这边是教室哎、欸。这一只叶。哦，这有什么？没东西啊，好普通的教室哦。它一条教室其实我坐真的很像，可是你看它真的有那个椅子哎。对啊，这材质椅子是这样放的吗？这材质包实在太完美了。桌上有东西，哦，被揉皱的纸团，我来看看。可恶！亚油子那家伙，只要一下课就一直在照顾牙签先生的小孩，从老师变成保姆，看来我在他眼里只是个学生。到底牙签治有多好？他不是有老婆了吗？亚油子这个笨蛋，都当人家是第三者，去医院一个礼拜，到现在一封讯息都没有。可恶！所以他好像很痛恨亚油子，把他当成学生这么好，都快变成老婆了。你好帅啊！等一下，你们怎么会有那个？Oh my god！ 你要去坟墓找那传说中的老人了。我找不到，那是要靠运气的。如果我找到，一定要向他许愿。算了吧，他是假的。什么帮助老人一个忙就能够换取实现愿望的机会，骗人！不如玩这个，大家围绕在这里，可以召唤未来的我们。你想不想看到我们的未来啊？想啊，但是一定是真的啊！向他许愿，这样妈妈就病就会好了。别但是了，你是个害怕玩的人，会受到诅咒的规则。哈哈，不会啦，相信我。那些东西根本是主流才玩这个恐怖的游戏，有空再去坟墓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。所以所以他们这边的学生玩了什么类似碟仙的东西哦？可能吧，不然你看上面还有血迹。天哪，好可怕。欸，那我们再来要去哪里？这里再来是要去医院吗？他是说要去医院啊。走吧，羊牛角病院的羊牛角，羊牛羊角，哎、欸，那边会亮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哪里？那边。等一下，那是教室吗？没有，他是说原本是叫我们去医院，然后我们到医院之后又到了学校，所以我们去过医院，所以要找老师吧。那我们现在走，可以出去了。我们要直接走出去找医院哦。
不是找不到，要不找不客气。为什么？哟，还有注射的声音哎。小白走。为什么？小白走。你的头挡住了啦，你那颗你那颗巨无霸的大头。嗯？哦，哎，体育组哎，外面进得去吗？进去吧，那边不用那个吧，直接走进去就好了。哎，那边哎，为什么这边会有神社啊？哎，不对。应该是等一下才会过来，这边没有那个，他没有说要往这边走，那我们先去医院，怕等一下故事乱掉。对啊，怕故事乱掉。然后我们又给他说有空再去墓地，墓地要支线哦。墓地坟墓嘛，对不对？墓地看看吗？哎、欸、啊，可是我们不是已经去过墓地了吗？他说有，他说会有什么老人的，然后我们不是去拿了那一本东西？然后墓地就在这里啊。哦，走吧。有空再来看看墓地，会不会突然蹦出什么东西啊？实现愿望的老人。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、嘛干嘛？干嘛？等我！有没有看到那个？那是人吗？哎、欸，那是我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，穿着破烂的老人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快走开！我要实现愿望，请让我们破关这个游戏。你也知道那些学生的传说吧？我是为了确定是否有此事才来的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他们的离奇死亡不是我害的。我都还没说，你就自己说了，看来你的嫌疑还真大。等一下，他该不要发飙了吧？我的脚受伤了，一直待在这里，哪里都去不了。还有可能杀了那些学生吗？对，他是幽魂。他们说你是神明，哈哈，真是满口胡言。哎，他这样背影看过去真的很看不出来，哎，好黑哦。我确实是孤行孤仙，被孩子流言攻击，一直没办法移动。嗯，如何证明你是狐仙？说笑吧，他等一下爆发之类的。森林里有个小神社。如果你去帮我拿回治疗的药，就证明给你看，有个小神社。治疗的药，小神社用吗？要帮吗？小神社。你喜欢这个吗？还是要那个去医院？要拿药给他吗？所以要帮他。为了证明，要拿东西给他吗？对啊，他说拿药水，他说帮助拒绝两个选项。帮助好了，帮助好了，全部解一解。就拜托你了。他说的小，哎、欸，他该不会小神社指的是那个吧？我们去森林里啊。